五月二十七日，陈坤在微博上发表文字：皇权一天下，筹备三年，金玉击陈，开机大吉，并首发楚王宁毅的戎装照。照片上，陈坤一身戎装加身，英气潇洒，他手持长剑，身影坚定，看似即将启程，仅是背影便能尽显王爷风范，气场全开。据悉，古装剧《皇权一天下》在湖北举办开机仪式。古装造型向来惊艳，且作品一向注重品质的演员陈坤回归电视剧饰演楚王宁毅备受关注。